姐夫非常的忙，然后在玩天堂 W， 天堂 W 很麻烦啊，就是如果说你手机离线的话，再重新排队要排很久，所以他必须要用平板来抢灯。这个有灯进去了吗？等一下，要跑哟。他每次登录有时候都会比较慢才。这个是什么平板啊？三星的、哦。你说那是什么？那个叫 我待会帮你用，等我。